今天吃点什么呢？天冷了，想个办法取暖，就像此刻钻入厨房炖一锅番茄牛肉汤，一道有助女性补铁活血的健康美食。酸甜可口的番茄汤汁，肥烂不腻的鲜美牛肉，西红柿生酮蔬菜的优选，内含丰富维 C， 促进人体铁的吸收。牛腩，高脂肪高蛋白质肉类的代表，内含丰富矿物质和维他命 B 群，也是铁的最佳来源。两者的融合，营养加分，美味加倍，一口又一口，胃是暖的。天冷了，想个办法取暖吧，不如一会儿走到室外晒一头的阳光，再与好友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都值得用心坚守。也许它是一锅慢炖热汤，食物软烂，口味愈加醇厚。也许它是一段多年感情，世事变迁不曾淡化变质，一天又一天，心也是暖的。我是白羽，享受美食，健康生活 keto。